大家好，我是身心科医师李明山。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宁。我觉得新的 logo 颜色呢，非常的温柔婉约，那字型呢也非常的简单利落。那我期待让新型的女人我最大带给大家更美好的一个节目体验。其实女大呢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那从女人最在意的外表，还有如何保持纤瘦的身材，然后还有如何优雅的生活。那我觉得呢，女人要美丽，要有自信，要从里到外，所以心灵的健康也非常重要。希望我可以呢带给大家心灵上的专业，让大家从里到外都美美的。20岁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20岁的时候在准备好好的念书，然后期待自己成为一个好的医师。那希望在未来的20年呢，可以就是贡献所长。所以我期待女大在未来的20年呢，就提供更优质的节目给大家。那因为优质，所以长久。我觉得跟之前的 logo 比起来，就是很因应现在，就是很多东西是比较简约。然后之前的 logo 感觉都是用圆圈组成的，然后斜体。然后我觉得现在新的一些流行的趋势是更简单，然后再更加大气一点。很多人误解会觉得，哎，是不是都是在讲一些比较重义性的东西？但就是等到我加入之后，然后有跟工作人员私下聊，我觉得大家都是很认真在关心时事的，就是跟以前我们自己的舒适圈的那些在了解自己喜欢的东西比较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加入女大学到的地方，就是其实他们更想要努力的去传递现在流行的事情。20岁这就很像是小孩子，感觉已经要转变成大人，可是很多东西是懵懵懂懂的，但是又很想要做些什么。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女大20岁的感觉，就跟一个女生转变成女人的一个小女人的一个心境一样，就是希望很多东西可以保有初衷，可是也希望可以是可以做一些更让大家有焕然一新不一样的感觉的年纪。对，所以就是祝女大20周年生日快乐。女人我最大。